泡芙的生日，芙芙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们一起布置下吧。这些都是生日道具，先来冲个棒棒糖吧。吓到我了，好奇宝宝又来了。哎，干啥呢？你小心点，别搞破了。啥你都想玩，差不多都冲好了，收尾。哇哦，好有仪式感。再换上新衣服，戴上生日帽，小寿星，给你定做了生日蛋糕。来，你的电子小伙伴也算左拥右抱了，还有一堆礼物哦。好了，点蜡烛，许个愿吧。喵喵喵喵喵喵，我替你吹了。祝贺你2周岁了，拍照纪念下，生日快乐哦，我最可爱的芙芙。最后当然有我送你的项链，戴上吧，愿你健康快乐，永远陪着我，可爱哟。